说到印度烤饼嫩，它既可以当早餐，也可以当成下午茶。有联心为你呈现的铁饭午餐吃什么，今天就要带你来吃印度烤饼嫩。这个档口去年就已经开始经营了，他们家的印度烤饼口味繁多，今天就要跟你介绍他们最好卖的印度烤饼。首先就有 garlic cheese naan， 满满的蒜头和芝士包裹在 naan 里面，实在太香了。这款 chocolate milo 他们在放巧克力时完全没有在手软，让我忍不住想问，巧克力是不用钱吗？ naan 包裹了巧克力之后还撒上了 milo 粉，吃起来甜滋滋的，像极了爱情。接下来这一款是 triple cheese， triple cheese 就是加了三倍芝士的概念，单吃就很好吃了。但是你也可以选择配上他们的咖喱或是炼乳，两款都很搭哦。除了印度烤饼外，还有一道是必点的，那就是 banana cheese， 光看卖相就超级吸引人了。你看看那炸香蕉撒上了满满的芝士，加上炼乳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绝对是下午茶的最佳选择。